爹，我刚找你好久，原来您在这儿啊。我给您做了点点心，您尝尝。好，好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爹真的很喜欢。那，嗯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好。闺女，嗯，你不生爹的气了吧？爹，您送我去学武，费尽心思的骗我，包括在整个武林给我招赘婿，其实都是在给我铺路，我都懂。谢谢你把我保护这么好，让我每天无忧无虑的，开开心心过每一天。闺女，真懂事。爹，你别哭。没有，爹只是高兴的。但是爹啊。我不能永远活在您帮我建设的这个堡垒里面，我要一砖一瓦建设属于自己的堡垒，这样我就可以反过来保护您了呀。你是爹的宝贝闺女，爹只希望你平安无事，无忧无虑，顺遂到老。爹，我知道你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我好。我14岁去蓬莱岛的时候，您就跟我说，我肩上担着的是整个武林的责任。那个时候我小，我也不懂。可现在，我想学会如何去担负责任。所以，我想让您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闺女，可是这江湖实在是太危险了呀。爹，我保证我一定安全的回来。闺女，你真的长大了。